材料有鲑鱼、蛋、牛奶、葱花，做法很简单，在打好的蛋汁内依序加入鲑鱼块、牛奶、葱花，如果想吃咸一点就加点盐吧。平底锅预热后用小火慢慢炒，炒到鲑鱼熟了就完成了。如果要再健康一点，就要多加点番茄或是洋葱，这样大家都学会了吗？